还好这传说的问题这么严重。说出来就算你有病啊你！慢走，我查到一张合照，但是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事。这个25岁，职业医生，已婚。这个不是。传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借过一下。吴小北，我找你有事。明天再说，今天我要和传哥哥去跨年，你个孤寡，自己过吧。这个是不重要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跟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吗？小北，其实我已经结婚了。我那么喜欢你，你竟然……我也不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别碰我，别碰我，传哥哥，你等我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想关注我没门儿，传哥哥。我喜欢有妇之夫，不然呢？他是我表哥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不会吃醋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啊切！我可不想照顾别人。哎，你看，我真的吃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，我说新年快乐。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是？我是你老板，你是我的小跟班。那我现在住在你家吗？对，小跟班嘛。你平时就住在那儿？哎呀，看你可怜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帮你恢复记忆吧。翻身农奴把歌唱，万年接招吧。早上好。表现不错嘛。我以前真的是做这个工作吗？看来你失忆得很彻底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大家的快递你负责吧，不过电梯坏了，你只能走楼梯啦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钱你只打好半个公司，但为了更好的帮你恢复记忆，今天整个公司都扫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最好的朋友，你们经常一起玩耍，你可要跟他好好交流啊。你说要是没有我，你可怎么办呀？我可真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好老板呀。万总，这份文件需要您出去。你是装的？太感人了，男主失忆，女主默默守护，这是什么纯洁爱情呀？哎，不是，别跑啊，老板。刚刚玩得很开心嘛，现在到我了。